你这么个宽度公关，你不敢当头。什么强强硬吹不敢当。阿天太了，多谢太爷。啊！小姑娘，咩个生来一有钱？老早少烟系无？一见人家咩二寸生啊，跟你这么个东西，对那个路边的蔬菜，这个体体阔阔，你有那个苦衷吗？太爷。袁小燕生来是位孤儿，流浪十四街头，也希望躲在烟房里去吃两个的阿姨，想不到半路之途茫茫渺渺，跟踪伊来个，下底下唔知咩鬼差个路通事体。那可还两个生意？不错，干得好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好起来。